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今天我二姨来了，这都下午都快五点了，完了到这之前也没吱声。这老太太办事真是气人。我就买点菜去，整点硬菜。好在我今天没吃饭呢，我今天饭比较晚。你说我要吃完了，你说她来，你说我吃不进去了，你说咋整？走。溜达溜达，来根胖头，哎，小点儿，这也太小了，这是配不上我那大铁锅呀。这个呢？哎，这个还行。你买那么大的鱼呀？那必须，我二姨来，今天她没有太大的。是啥？毛肚。行。是不都行？行。嗯。这个好不好吃啊？行。你要来点。啊。行。啊。半斤丝儿。半斤丝儿不得塞牙吗？少来少来，行。哦。然后毛肚。那是啥？口条啊？嗯。口条也来点。够用了。嗯。28，凑五十得了。行。我大姐现在人家那金主老有钱了，做大买卖的。我的天哪，吃啥呀？猪尾巴。那你吃啥？你吱声。二姑，你吃啥？我啥也不吃。啥也不吃。行，够用，干吧。就一个这龙虾。不是不是，黄豆酱。片成薄薄的片，半个黄瓜。他这鱼整的切的形不对呀。他俩那都给你收拾。哎呦我去！烫着了。这你看大姐，这全是片那种片儿。你看这家是刀工。主要是我刀好。太棒了，小的。哎，会干活。你也不说人大姐技术行，老说你的刀好，要不你的锅好。刀好。啊，看我大姐的技术咋样吧。哎呀，你看这老太太挺时髦的，还整个自拍杆，还跟着人走呢。那不时髦咋的？真厉害，你买了啊？我没买。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买呀，够了吧？够了。你在那边给我挑一个，我买一个。等一会儿。来，对了。你爸那个说啥？我怎么能多了吗？看看呢，谁爸呀？刚才他爸。你这八竿子轮不着的，你可拉倒吧！你我的妈呀，你真能扯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要但凡你要能喝二斤白酒，你就去；你要是没这量，你就消停的。拉倒吧，用二斤，好说你能喝二斤似的。我老丈人一天二斤没毛病，来赶紧喝呀！来吧，好久没咋跟你俩喝的不一样呢。好久没那啥了，比你大舅还能喝呢吗？没来拉碴了的。嗯。哎呀妈，真凉！你这不拿着老好这块鱼呀、啊？来，我二姨这千里迢迢的，我自己蒯，你不用。几十年不来一回，太辣了，你别给我蒯。来吧，这块肉好，不辣二姨。这是鱼腹中间的这块，来，老板娘了，谁呀？这边给老姨。嗯，哥们儿。别，没碗，还用这个喝的？没碗，拉倒。哪有碗呗？特别鲜亮。嗯，是不是、啊？嗯，行啊。行，哎呀，这霸道了。照你那比呢？比我那是啥？你这是厨师，我那是农村二大妈的饭菜。嗯、啊、你这是好久就想吃鱼了。大厨师的饭菜。嗯，还是愿意吃炖鱼。我是那啥，我是二大妈她外甥。来。哎，咱那鱼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啥鱼？草根吧，这是漏勺，要块鱼头，哎呀，鱼头是精华，一个鱼头还好几十呢。那天我看，那个大胖吃那鱼头，40块钱是吧？还一个大白莲，那是白莲呐、啊？嗯嗯。我一寻这玩意儿给糊了。养过鱼，还不知道啥叫啥鱼头。嗯。胖头鱼嘴大。嗯。白鲢鱼嘴小。
那叫花莲。人家说他说是花莲，花莲就是胖头。就是白莲什么？其实是白莲。是花莲。花莲是胖头。嗯，花莲哪过胖头？这才叫胖头呢，胖头嘴大，那个嘴小。嗯。你二姨养过鱼，你二姨还能护着了你二姨。那花莲和白莲有啥区别？白莲没有花莲好吃。嗯，花莲有点白莲面。白莲方面。花莲那个身上吧哈。就是有就像那个有点的似的。白莲就跳板。白莲、花莲和胖头是三样。对。就你那天买那是花莲脑袋。我说那天那鱼头我炖的也挺好吃。虽然那个你跟这个比差点事儿，但是味儿也行。估计那身子就不能好吃了。嗯。那个白莲鱼吧，它是出来跳板跳板的，可干净了。花莲出来吧，它就没有那么干净，就像黑不出溜似的。哎呀，也没介绍一下今天菜系，就快吃完了。刚才忘了，我不行，在门口迎接一下你吗？一瞅你这个，现在这一瞅，我家这来两个亲戚，一瞅就不热情，就不如我老丈人来热情。下次老丈人来告诉我们一声，我们搁外门口等着。列队呗。欢迎不列队。排好队形。完我们就跟他搁后边进来，我你们就热情。说你这么唠嗑，这啥情商？来吧，啥呀？人家那个以前呢，曾经呢，我媳妇那都让人都喷完完的了都。有饭啊，我焖饭了。没人吃饭，我告诉你白焖。哎呀，焖饭。大姐，你今天多喝点啊。我还四零大胖子不怕扎，你就这还扎砂糖上了。我都能嚼了。那咋那么硬才能嚼了？能。牙好胃好。在我半只猪耳朵好不吃，照我比差远了。那那是猪耳朵啊，没人不来。正常，你要让我正常放，我跟你说比这还好吃。别闹了，这都变了，这都半串味了。这点芝麻放坏了，这不能放芝麻，就老好了。多余。这水豆腐。一天没吃饭。水豆腐好吃啊，就咽不进去了。大姐，你没尝尝吗？没有。哎呦我去，这他家这个是纯卤水小豆腐，老盖了。哎呀妈，我就害怕给你信我的，你整一口。有那个豆腐味儿，有那个豆腐。你就尝一口，连汤带水的，老好了。把你那碗整啊，把那碗喝了。你这一天你管的咋那么多呢？我就发现呢。嗯。老了，我的妈！不是，他的那个老么嘟噜了一天。嗯。他呀。消的，现在消的起。你等他到那个你爸那岁数的，更了不得着。我就是收杯了，完事了，都少。好，收杯就完事了。我寻思要提词儿呢，来点白的吧。你瞅这孩子出去的，真的。人家在北京，你闹呢？不管在哪，在哪儿？不管在哪。咱家这些人嘴都我在北京啊，我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我都这样了，说这家也大爷上哪儿做过买卖的。人也没有那个。不吃饭，说你二里地就这种的。嗯，会说说的好。嗯。啥叫不吃饭？人家是吃饭，人家嘎嘎实惠。不是，人家跟你也差不太多。我视频我看了两遍，会说啊。嗯。我是说我没说那个，我是说我就是人家就是不吃饭送你二人地。有哪儿都有。我要但凡学会那样，我不就是妥了吗？你是不说话崩人二里地，你是。那孩子现在情商是真高。你知不知道咱家有个大舅老娘？大舅老娘吧，来人了吧哈，可会说的了。我知道，但是忘了。那真是不吃饭送你二里地呀、啊，等那个老舅老娘就不行了。
老舅老娘就特别实惠，等你来了吧哈，必须得吃饭。你那个大我那个大舅老娘哈，嗯，搁这吃吧，你搁这吃吧，干坐搁这吃啊，就也不坐，也不坐，嗯嗯，就搁嘴呀、啊，就给你拱啊，都拱的那头吧哈，嗯，都做好饭了，人那头来招呼来了，完他说那呀，你吃吃。我这光顾跟您唠嗑了，你不就那样吗？你来呀，我一口。哎呦，我哪能还要？哎呦我的，真是真是真是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嗯。后来人家我那网友说了，一张嘴了，完了，我二姨说不行了，这上回那小鸡儿没吃着，赶紧给你拿一只吧。完了，这是过了半年，时隔半年给我拿只小笨鸡儿。那人还不懂吃呢，你可拉倒吧！人我大姐五一就吃着了，脸大吃的早。我跟你说，我十一才吃着。不是他总让我买，不拿了。你们谁没吃着啊？来，我给你整的啥？我养一回，我都一个就嘎没捞着吃呢，着就完事了。吃的早，他还啥呀？等我吃着一只的时候，你们都吃第二只了。你看这扯不扯？给我二姨，他们都不吃。给我二姨扒成这样。不是，关键人是金房，这边刚改那个哪儿啊拿回来的。你那是一贯的作风，你要不扒点人那还聊。不是我扒的，这回是我老姨扒的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他虎，他都不分拐。嗯。啥呀？这就是咋的呢？在鞭策你，下回去小笨鸡啥的，抓紧，这赶紧该掏的早点掏。没有了，笨鸡呢，毛都没有。下回换大鹅。嗯。啊，笨鸡。对，鸡都吃够了，上大鹅。放大鹅。嗯。那还有三只大鹅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我的妈！早就给瞄住了。你学点，你这眼神还差点，几只你还没看清，咱知道有。有的下蛋了。嗯。那天我回去了，你二舅说的下了十个蛋，可不下来咋的？我都买十个鹅蛋了。嗯。哎，你回去，我那个给我二舅拿两瓶酒，那给我二舅拿回去。嗯，你妈回去，你送回去你就拿着呗，还让我提着这，那挺老沉的。我那没头啊，关键是不知道啥时候去呢。你不说五一吗？离五一不还早着呢吗？你早着呢，就剩一周半了。一周半了啊？嗯。啊，那行。嗯。哎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吃完了。你回去，你抓紧去啊。在这爽呢，上哪儿啊？湛江啊。这还能落下我吗？能。等你之前去，我到那就行了。嗯、那拉谁拉不下，还能拉不下我老姨吗？为啥？嗯。得加油。不是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为啥给加油呢？为啥？为小米儿。我没研究你俩的事儿，我说我二姑为啥得提前去？提前去维持维持。你老那天拽了。别的，谢谢张楠啊，辛苦了。炖啥你说完咱买。行。